我叫林苏，我住在顺街双流胡同第17号院501，这是我的遗言。我现在在古铜经里，在一片沙漠，我被人绑架了，绑架我的人已经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我，绑架我的那个人，他就是。 黎苏同学，高考满分是750分，你考150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挑战极限吗？你父亲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的建议，今年复读，不挑学校，明年考三本。你的脑子并不差呀，该用就得用，你不能浪费呀。老师，我不想复读。 什么呢？找沈雄，他怎么连毕业礼都没拿？人家出去旅游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这住的近就是好啊，这都知道。等他回来了，你记得告诉我。也想啊，人家清华。清华怎么了？清华附近有野鸡大学，我还是能去找他。你开心就好。哎。 全校就只有三个人了吧？你我还有谁？还有一个压根儿没考的。英雄，那咱们找他结拜去，一块儿复读。别，你别拉上我，我不复读。拉倒吧，你还不复读，看你爸怎么打你。哎，你爸在家吗？应该没在吧。走，上你家。走吧，玩去喽。 沈琼，沈琼，沈琼回来了。
亚离，我跟你说，就算沈宁去了金华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有钱啊，我一样可以去找他，对吧，亚离？亚离。 沈军聊上了吗？ 他有没有提起我？没，我喊他，他没理我，感觉他有一点怪。说清楚，他哪儿怪了？不是他怪，是送他回来那辆卡车怪。 衣服脏了，还浪费维生素维他命，你们说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再买呗。说什么呢？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再给你买件新的。咱们老规矩，老规矩。也对啊，都是朋友，你好哥也不是小气的人。 我跟你俩说啊，今晚九点，他约了这么一那小子在这查架，你俩都给我过来啊！如果不来的话，这事儿没完。不是都给你钱了吗？都说了都是朋友，你是不给我面子呀？哎，以后还想在那儿踢球了啊？好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们一定去，你一定去。今晚九点啊。 九点，那就老规矩，八点我们天台见。走吧。回来了，吃饭。 想起来做饭了，别废话了，赶快吃吧。爸以前。 没怎么管你，你高考没考上，爸也有责任。爸想过了，接下来的一年，爸爸陪你复读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去找我妈，她说她要给我安排工作了。不行，你去复读去。我不想复读。 我现在跟你好好说话呢，你别惹我生气。明天就给我报告去。跟你说话你又不听，还学会顶嘴了是吧？跟你妈一个德行。你别老这么说我妈。怎么着？你想打我了是吧？来啊！你已经把我妈打跑了，现在你只能打我了。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？ 不准！站着！站着！站着！
孙啊，你可来了！你知不知道我被关了多惨？你别生气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西凤酒，来，咱们一醉解千愁，啊！ 辣死我了！看什么呢？嘘，别说话。你看 iPad， 和我的望远镜用 WiFi 连着呢。天天看沈琼，他有这么好看吗？ 当然有，哎，这不是重点。其实我是在保护他。你保护他？因为我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在偷看沈琼。有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看，那个人天天带着个狗在那坐着，他也不遛。还有那个人天天在那看同一本杂志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他不怕看瞎？还有那个人。 把车停这3天了，他也不开，也不下车，那又不是停车位。亚丽，这些人该不会都喜欢沈琼吧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你想多了啊！在沈琼家附近出现就喜欢沈琼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亚丽，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你先别着急，你觉不觉得那些人好像在看沈琼家的隔壁啊？不信你自己看。 对，就他，在他的位置看沈琼家，他的视线正好会被那棵树挡住，所以他只可能看到就是沈琼家的隔壁。那他家隔壁是什么人啊？干嘛用铁皮把窗户钉成那样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天天偷窥他，你不知道他隔壁是谁？你跟他是发小，你应该知道啊。 噔噔。
你这个画质也太不清晰了吧？能拍就不错了。哎哎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再靠近一点。哎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掉进去了。不是，我让你靠近一点，你飞进去干什么？你这玩意儿三万多呢。我去给你拿回来。哎，不行，万一你有事怎么办？你想什么呢？三万块呢？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了？等着啊。啊，哥去给你拿回来。吓死我了！大半夜的，你干嘛呢？嗯，苏万呢？他把无人机开到别人家里了，我帮他取回来。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他刚刚落在走廊里，我帮你捡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他跳别人家里了。对了，你和苏万两个人大半夜不睡觉出来晃悠，怎么？不准备复读了啊？你知道我的，我本来就不想读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对面这户人家特别怪？你喝酒了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对面这户人家，他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封得死死的，而且外面还有三个怪人在监视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是苏万那小子带酒吧，他人呢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听啊？来来来，哎，你自己看。哎，刚才还在的，明明都用望远镜看见了。哦，你偷看我？谁偷看你了？是苏万，苏万他说他担心你，谁让你从那么奇怪的车上下来？啊，那个呀，那是我旅行的时候认识的朋友，我在他们车回来的。哦。啊。借着给你。干什么？旅行的纪念品。哟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也没见你给我送过礼物。哎，回去再拆吧，你在这打开就没惊喜了。好吧。照顾好自己啊，骆宝生，别老让人担心了。给你拿回来了，发什么神经啊？你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在干什么。
喂。赵大哥叫不叫你？赵大哥叫不叫你？我现在是大哥，叫不叫？叫不叫你？豪哥，我们来了！快来救我！赵大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赵大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赵大哥，大哥，整齐点，整齐点，整齐点，大哥，哎，乖，你跟沈兄聊什么呢？还抱一块了？他让我少喝点酒，让我好好复读。你俩为什么现在才来？啊，为什么现在才来？好哥，他不够仗义，他撩我喜欢的姑娘。哎呦，我哦，你还撩别人的姑娘？你还撩别人姑娘？还撩别人姑娘是吧？没有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撬别人姑娘是吧？没有，姑娘撬姑娘。没有，没有，误会，误会。哎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撬别人姑娘，你撬别人姑娘，撬别人姑娘。好哥，长得好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有就没有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一定要让正义那小子也管我叫大哥。你俩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浩哥，这么晚了，你饿没饿？要不要吃宵夜？我们边吃边想吧。好啊。去撸串吧，这么晚了还是去大哥大餐厅喝粥吧。你还提大哥？走吧。什么题？啊，什么题？函数题。错，这是道送分题呀，同学们。这么简单的题，怎么居然还有人能答错？你说他是笨呢，还是傻呢？都不是，他是没脑子，没用脑子来记。我最后再讲一遍。希望大家认真记录。记着给你。先看什么？选项。先看选项。快速看一遍选项，就大概能猜到这道题要考什么样的知识点了。然后我们带着答案去找问题，去发现问题。在找问题、发现问题的时候，也就是可以开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。什么方式呢？就是解题的方式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道选择题。这道选择题有四个选项。李醋，怎么又是你？亮亮，你怎么了？你给我站起来！昨晚李总，李醋同学，我知道你不想复读，也不希望见到老师，老师也不希望见到你，
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么只有你好好的考学，考好，考上，你才能见不到我，我也见不到你，我们两不相见，多好啊！你要是不好好学，那也就是说你希望天天见到我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往哪儿看呢？神游呢？你们赶紧做题。下课了，你开心了吧？高兴了吧？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不高兴的事，我要找你父亲，我要请他过来。是你请还是我请？对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来请他。同学们下课吧。就是个花岗岩的脑袋，油盐不进。他不是笨，他是诚心。我上课的时候，他就不认真听讲，一个人坐在后边神游。我一边上课，还得一边做他的灵魂守护者，我得随时随地把他那活给勾回来啊。你说我累不累啊？是是是，老师，应该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。我出差回来啊，好好教训他。亚林，你完了，看你爸表情就知道这回你肯定死定了。烦死了，不玩了，溜了。哎，你溜了不是更糟吗？哎，管他的呢，反正都是挨打。哎，你有钱吗？支援我一点啊，我给你转。现金有吗？就五十，都给你了，就算哥们儿我支援你的，够义气。要我，好。我这一段时间也是太忙了，疏于了对孩子的管教，这确实是我的错。李叔叔，啊，杨老师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哎，李叔。你给我臭小子回来、啊、对不起对不起，臭小子给我站住。好小子，你跑吧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
你就帮我们家嘴吧。血压105/60，脉搏90。把它翻过去。待会儿让他们给你打一针止痛针，你会舒服一些。谁在说话？我是你的主治医生。你们先松开他。医生，我的背怎么了？你的背被划伤了几刀，不过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嘛。身上有几个伤疤也是正常的。那是几刀吗？我的整个背都花了。等你父母来了再说吧。我的父母离婚了，他们不会管我的。告诉我吧，到底怎么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不就是为了50块吗？至于？那他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死了。死了？自残导致失血过多，就死在你边上了。自杀？为什么？你想知道具体的细节，你应该去问警察。我只是一个医生，别问我。等一下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待会儿给他打一针安定，好好睡一觉，养养精神。黎素在哪儿呢？现在不能探病吗？你们出去。可以。可以谈，但是必须我在。你们先出去。你就是黎素吧？对，他就是黎素。我是他的主治医生梁湾，您是？我老板有话想跟你聊。那你老板想聊些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去！不用提问题，听我说，我想说的就是我老板想问的，好吗？我叫王蒙，
我认识科你后辈的人，他是我同事。这个，这是我老板给你的补偿，12万。密码呢，是你备课的日子。来。卡你也拿了，那你得答应我个条件，跟我去见我老板。他想知道你备课的全过程，每个细节都不能遗漏。是你，我不跟你走啊！尝尝长沙的正宗臭豆腐，浓淡正佳，焦爽爽口啊！来，尝尝。吃啊！吃吃吃！王蒙，明天去把医院的事儿处理一下。知道了。好吃吧？咽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划伤你背的那个人叫黄岩，是我的手下。可是他已经死了，不能向你道歉了。既然你已经收了我的钱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是谁？我叫吴邪。脏了，还赔了一瓶米，不是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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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不叫，叫不叫你？我不叫。还有吗？啊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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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一个啊，这个，哎，有点过了。你这回来了，吃饭。爸，你今天怎么还想起来做饭了？哎呦我去，这操作也是。今天干嘛监视水球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不看iPad，他没看啊！再来一下。还不是重点啊！对，不对，忘记做看水球的反应了。对，这么久了还没见你做工，我也烦。啊！谁偷看你了？是苏婉，苏婉她说她担心你，她担心你啊！再来，继续再来一次。没有偷看你，是苏婉。苏婉她说特别担心你，看见你从那么近。你们再来一次啊？什么呀？没见。哟，这么久还没见你送过礼，啊，晚点再开吧，不好意思。是现象之中的反击，还不停呀？是长在心中的。那你停完再走下一场啊？我这边真的是太好了。你咋了你？来人了，给我这个鞋。他们是一伙的。晚了，对不起。